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闯红灯了，在这儿站岗。都几点了啊？天都黑了。 请进。你好，佟大哥，你好，请坐。您坐，我给你倒杯茶。不用，我有话跟你们说。好，你坐下，慢慢说。他有事要跟你。你今天特意来找我们，肯定是。 有什么事儿？你说。他想跟我们说小美的事儿，小美她怎么了？他说我们两个人都想跟小美相认，对不起。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们都不对。那个，佟大哥，如果你能够说服小美尽快和我们相认的话，我们得多感激，是吧？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们，我会帮助小美跟你们相认。小美和你们相认。 我就放心了，但可能不是现在，我需要一段时间。佟林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对小美好的。我知道小美现在还不能接受我们，我们可以等，等到她接受我们的那一天。 希望小美能够再陪我一段时间，让我们父女两个再过一段特别的日子。你们再等等我，到时候他想让小美陪他一段时间。 佟林，我知道你身体不好，我也愿意让小美多陪陪你，这些都没问题。佟大哥，其实柳韵的身体也不好，她已经得糖尿病很多年了，现在得到了肾衰竭的程度。 回房间休息一下吧，我跟大哥再说两句话。我知道，小美要和我们相认，确实也需要一段时间，这能理解。我就怕是柳云的身体等不了那么久，她这次回美国。 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来了。我真的就怕有这么一天，孩子接受他了，可是人都不在了，这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特别大的遗憾。真的，佟大哥，我知道我们对你亏欠的太多了，特别希望大哥能够。 再次的说服小美，可那是在她妈妈最后这段时间吧，在她人生中画一个完美的句号。
柳云得了绝症，他怎么没告诉我？我走了。跟您说了，不用来接我，不沉，我拉，我拿，我拿。那我拉着您。嗯。爸，终于放假了，这学期怎么这么长啊？哼哼。爸，我跟您商量一件事儿呗。嗯。昨天那个石君迈给我打电话来着，他说，既然要放假了，就让我过去找他，在他那边待一个月。是不是太长了呀？我跟他也这么说的，太久了，一个月，那就两个星期。两个星期不久吧？然后剩下的时间。我全都在家陪你。两个星期不久，您就答应我吧。你恐怕不能去。为什么呀？君迈，你还不放心吗？我当然放心。君迈是个好孩子。那为什么呀？爸，主要我们也好久没见了，我也挺想他的。小梅，你妈妈她想带你去美国。她凭什么想让我去我就去啊？爸，我跟您说啊，我肯定不去。爸爸很少求你，你呀，必须去。嗯，你妈妈现在是糖尿病的晚期，肾衰竭，来日不多了。尽这个孝，我要去美国。小美，老童，怎么回事啊？小美说什么上美国？柳云又来找他了，啊？没事儿，到你那儿说。什么？肾衰竭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柳云来之前，他就知道自己得了肾衰竭，而且要透析。所以，就是想在住院之前来找到小美，见上最后的一面。不是，真的假的呀，叔？我看他挺活蹦乱跳的呀。他不会是想骗小美去美国吧？哎呀，别胡说八道！哎，谁没事把这不吉利的事往自己身上招呼？这是柳云最后的愿望。要是我连这个都拒绝了，不好。可是老头，那
家小美不愿意见，那咱也不能逼着她吧。就是，叔，那小美还得上学呢，她没毕业呢。小美的学分已经修满了，大四就是实习找工作。我无论如何得让小美去尽这个孝道。不是叔，那他问题是他们俩一点感情都没有，你让他们俩就生身父母是血脉亲情，小美现在不去，如果说她妈妈要是走了，小美将来会后悔一辈子。喂，光明。啊，对，我是田光明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不会是小美？小美没事儿。哎，对了，君麦，他还没给你打电话是吗？昨天打了。啊。君麦，这事儿我本来不应该跟你说，但我估计小美也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什么事儿啊？到底是不是小美又怎么了？哎，我跟你直说了吧，你必须把小美留住了。什么？小美要去美国了。喂，喂，石金麦，在听吗？哦，我在。你一定要把她留住了，金麦。现在只有你能把她留住了。小美舍不得的有两个人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童叔。关键是童叔现在同意让他去了，所以君麦现在只有你能把他留住。我知道了。可是我没办法答应你，我就是不想去美国。我知道你想让我尽孝道，可是他呢？他作为一个母亲，他生下我之后，他尽到做母亲的责任了吗？我才不要陪他去美国呢！我不想离开您。他凭什么这么做呀？他不配。小美，不管怎么说，你妈妈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。哥哥，哥哥，你怎么自己回来了？我师父送我回来。哥哥，这个是香鱼果，姐，这个是豆沙包。我师父说了，女孩吃豆沙包，皮肤容易变好。钱妈，钱妈，光明哥，你给你们做了春卷的豆沙包。小美，你是爸爸的好孩子，放下对你妈妈的怨恨。你现在不对她好，那你将来会后悔一辈子。哥哥，你别吃完了啊！你去哪儿？我给我爸拿去，我爸爱吃这个。你在院子里等我，我送你去。那你快点啊，凉了又不好吃啊。
小美，你说耗子他有没有理由恨他爸？你觉得他是不是特别的傻？耗子才不傻呢。对，耗子不傻，他呢是脑子走直线，他最知道是非公义，最知道轻重缓急，他不会把自己绕进去。他该哭的时候哭，他该笑的时候笑，该爱该恨，耗子一刻不耽误。如果说让耗子帮你做个选择，你说他会怎么做？你那天为什么要撒这样的谎？你现在让我怎么办呢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话都说出口了，你就照我的剧本演吧。哎呀，小美如果知道我又撒谎，她会更加恨我的。这算撒谎吗？你本来也有糖尿病，你本来肾功能就不太好。可你说的是绝症，说我得了肾衰竭，这是完全不存在的。那不也是一种可能吗？你真的太过分了。你完全没必要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。我只是说你得了绝症，谁规定绝症必须按时死？你可以好转呢。只要小美跟你去了美国，到了那边一切就完全掌握在你自己手里了。小美，嗯，田妈妈，嗯，我把衣服给你收回来了啊。你又帮我拿回来了，我自己拿就行。哎呀，都是顺手的事儿，这是干什么的啊？这个是君麦他爷爷他们茶园啊产的罗汉果。说是对嗓子特别好，君麦呢又给了我一个方子，我怕我爸不会弄，我就先替他包好了。田妈妈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一定帮我多嘱咐着点我爸，让他每天都按时吃，拿开水煮就行。要是嫌麻烦，就拿开水泡一下，也能直接喝。这个，他就得长期坚持，坚持了就一定会有效果的。行，行，我给他煮，我盯着他喝。亲吧啊！
咱们今天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我们一家三口即将的大团圆？叶伟东，你真的觉得我们还能回到从前，真的能够一家团圆吗？柳云，你不是过河拆桥吧？我怎么敢？我知道你不好惹。再说我还有把柄在你手里，我怎么敢过河拆桥？我知道你一心想要一家团圆，不代表你对我有什么深的感情，也不代表你对小美有多深的感情。你不过是想要跟我强强联合，扩张你的商业版图罢了。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自己的动机，那是我对你和小美的忏悔，也是真心的呀。你别再演戏了，我一开始还真的有点相信你忏悔的诚意，对你还抱有一丝希望。但是当你那天对童林说出我得了绝症的那一刻，我真的彻底的失望了。你演技真的是太好了。我那是对外人，我是为了帮你夺回女儿。好，谢谢你。不过我已经不是二十几年前那个脆弱的女人了，我有能力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自己的女儿。不过你放心，毕竟你帮我赢回了女儿，虽然手段不太高明，我知道你想要什么。我会跟刘玉玲他们公司打电话，帮你拿下这个项目。我用这个项目作为你帮我赢回女儿的回报，你觉得还算公平吗？还算公平。虽然我们应该有更加美好辉煌的可能，再睡一会儿，到七点钟爸爸叫你。现在还有时间去睡。
你咋来了？今天不是送小美走吗？我找李奶奶。我是找我的。大林呐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事？您家今年下黄酱了没有？下了。哦，下了。奶奶，您给我诚意点好吗？小美啊，要去美国了。 可能要很长时间回不来。他刚说，他最喜欢吃您下的黄酱，做的炸酱面。喜欢，吃我的黄酱。好呀，好呀，他爱吃，我最高兴了。来。 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对不起啊，师傅，我刚才回来是有急事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啊。你放心，我没事，你赶快走吧。那我走了啊。您小心啊。你干啥？ 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，啊，老田啊！不是小美，你他妈靠不靠谱啊？这说好8点的都快10点了，这不好意思，路上遇到故障车，来晚了，咱们走吧。你爸呢？我爸一早出去了。 说是有点事儿，啊，呀，离飞机起飞还有3个小时，咱们路上就得花1个小时40分钟，那要不然，他一定会回来送我的。不是，小美，再不走真赶不上飞机了，走吧。小美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等你爸回来了，让他打车过去找我们。对，你爸一回来，我就给他打车，让他到机场去找你啊。那，田爸爸。
才回来呀？小美，我不能让你一声不吭的就离开了，我要亲自送你来机场。我把我喜欢的、我最喜欢的歌曲全部存在你，带到那边。如果你想我了。天子，君麦，小美，咱们走吧，时间到了。小美。